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来到方太好厨艺三餐无忧虑。今天方太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潮州辣椒猪脚啦哈。说这个材料就是这边有大概一只的猪脚，我已经洗干净它了的，一点点豆瓣酱，还有吉利的水莓，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 chili ball。我会打这个辣椒，就是蒜米，这边有十多粒，十片的姜，还有吉利的大辣椒，这边有大概有四到五粒的马铃薯。所以让我们来煮了，我们现在来炸这个马铃薯，我叫你煮加力它就不会烂。 OK， 炸到这样金黄色，这样就熟了。 OK， 拿上来，热锅放点油，搅刚才搅拌了的辣椒放下去，炒到香了哈，加一汤匙饭的豆瓣酱啊，炒香了，我把这个猪脚放进去。放水，然后放几粒冰糖下去，然后放两粒的酸梅，加水，因为猪脚要时间来焖，最少都一个小时来焖，它才会出味，它才会软，所以我的水必须要加高过哈。中间你是需要来看看一下，不然它会焦了哈，所以大概要焖一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哦，我来开锅啊，你看它的水已经是干了咯，但是它的猪脚还没有熟的，还没有软的哈，所以我现在就跟它翻翻一下，然后我再继续加水，一碗半的水再给它焖。这个猪脚焖了一个小时了啊，试看啊。 OK 啊，都熟了吧啊。 OK， 我就把刚才炸了的马铃薯放进去，再给它焖一下，然后再试看它的调味，因为没有放到盐啊，我试看它够不够咸啊。OK， 还好，刚好。Okay， 然后又再给它焖多一个两三分钟。啊，这个猪脚就好了。OK， 就关火，可以上锅了。